的话会比苹果再酸一点，然后是橘子的味道比较重。所以你讲得出来，是因为你每一个都吃过，都感受过，欸、對不然还真的讲不出来耶。很好，很好，谢谢。好了，我好了。你好了，好，你先说你的。我要红玉跟苹果。红玉跟百香苹果。对。好，那这样阿姨的话，只好综合也没了，谢谢。像你，我把你也挑走了，是不是？那红玉跟百香苹果帮您放在一起。红玉跟百香都分开。都分开吗？都分开好了，谢谢。好，那在旁边我先帮您点上。对对对。